歌谣哈，对，歌谣。我知道宋代的这个词牌一共分有五种，五歌军官定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你看啊，排第一位的一定是汝窑。那这个汝窑跟歌窑什么的，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汝窑的品位高，就是说古玩这圈里啊，讲路分，就高低的那个层次。嗯，你们的剧里它用的是什么？汝窑，有歌窑也有汝窑。汝窑啊，一个本身就好看，就是古玩能够成为大家喜欢的收藏品。嗯，第一，它自身有魅力，对，比如它的颜色，它的各种釉色就非常漂亮。而且呢，这个汝窑过去留下来的这个60件藏品。嗯，样样都是特别精美的艺术品。嗯，